师傅，咋的了？走，我去办点事。不是，活没干完，你老板看着不也杀了我？我帮你请假了，走。我出来就买点水果啊。不啊，拎着走吧。走，去楼上。啊？干啥呀？不自己拎着，让我给你拎着。你不就是来拎包的？黑太来了。来了。黑太。我们来拎包的。谁的黑太太呀？咱办公室的黑总太太呀。黑总的太太呀。我操！黑总，是太紧急，黑总。你怎么今天又不敲门呢？是太紧急，你赶紧快点，你藏起来。啊，算了，来不及了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就是个女朋友，知道吗？相亲遇到他，那个你好，相亲啊。啊，你好，那个我就长话短说吧，有房有车有存款，结婚以后是不是需要和父母一起住，还有谁带，奶粉钱谁出？这些他都没有。啊？不是不是。不是，你有女朋友，你还出来相亲？不是，你听我，别是。昨天都已经说我是你女朋友，为什么今天还出来相亲？是我是随口一说。过来吧。咋呀？不要出来相亲。我就随口一说，你不能当真呢。那你的意思是你在耍我了？也不是。从现在开始就是我。江津的晚风快吹干整条小巷，江津的灯光无法再将我们点亮。电影不是爱情，我们才是。